亲爱的林森家长们，感谢各位家长在此次联署书中的努力，展现了林森家长团结的力量，让我们在这一次取得4600份的联署书。常辉在此向大家说声谢谢，林森有你们真好。紧接着要跟家长们报告，林森2年1次的运动大会即将于4月25日星期六举办，常辉在此邀请各位家长一同来参加。首先在此呼吁家长们以开水代替饮料，帮孩子们补充运动后流失的水分，以维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。另外，本人向家长们报告，相关于运动会市府单位并没有给予任何专款补助，所以运动会所需要的经费，一切皆由家长会自行募款筹办。然而，家长会成员的能力有限，每一位家长的力量无穷，在此请各位家长在帮小朋友加油之余，别忘了也给家长会一些经费上的支持，用大家的力量给孩子们一生难忘的回忆。最后，本人要说的是，运动会真的需要您的支持与协助，本人仅代表家长会向各位家长致上12万分的谢意，谢谢大家。